尼天南达，大家好，我是马尼天开拉萨南达，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印度的班加罗尔。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湿婆的转世，是在沙凡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Paramashivoham 的食堂，就是吃饭的这个大厅。这两天呢就是有很多感触，就是看到大家显化超能力兴奋的这个结果，有机会呢可以在我的录像中呢采访本尊，跟大家讲呢他显化超能力的这个神奇的体验。但是这一次呢确实大家显化超能力的速度非常的迅速，并且呢显化的这个超能力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它级别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大师的点化的力度是直接相关的。在昨天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有朋友非常成功的和不知道大师的人，就是我们打电话出去这样现场显化。我们在这边呢哼唱马哈瓦卡，然后呢用第三只眼隔着时空显化超能力。在电话那边的朋友呢就有这个立即在手上或者是身体的或者比如说额头上显化，或者在这个物件上显化了 Vibhuti 就是圣辉，或者是 Niyananjana 液态三眼这些这些我们想要隔空传导或者物质化的东西。然后呢对方就非常惊讶，因为不了解大师，不了解第三眼超能力，或者听说过但是不相信呢，结果瞬间在自己的身上显化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讶错愕。当然了就是这个体验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所以呢我非常的高兴看到我们新的朋友这么容易就显化这么高级的第三只眼超能力呢，然后也看到他们的蜕变。通过显化超能力呢我们真的是知道自己是奇迹，因为奇迹就在自己眼前显化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把自己的认知提升，告诉自己我真的原来就是帕尔马西瓦，原来我是可以做到我自己之前没有想过的神奇的事件的。所以这些体验呢对这些朋友是一些质的冲击让他们呢从此不仅仅是通过大师给我们点化能够提升我们的意识觉醒度，包括在认知上呢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提高自己意识觉醒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呢在这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受到启发，能够来我们的现场呢来接受大师的点化，给自己机会呢显化奇迹这样。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希望能在2月或者3月的 Paramashivoham 和大家见面。你点了灯。